秦家先生没什么事，你请回，没有事，没有事，没有关系，没有事。先了，我先了解一下情形好不好？不用，你不用了解。他就是执迷不悟。我没有执迷不悟。没关系，没有，我没有执迷不悟。你请坐，他不讲。你请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请回。那是我们夫妻的事情，我们等一下说好就没事了。本分局日前接获110民众报案，光复地区有民众疑遭诈骗投资，经查被害人与网络不明群组遭诈骗集团以话术诱使被害人投资海外证券公司股票，并要求被害人前往汇款新台币240万元。被害人的丈夫认为这个投资是诈骗，苦劝被害人不听，仍坚持前往汇款，于是只能报警。本分局给予花莲分局在花莲市区针对被害人可能前往汇款的数间银行共同拦阻，使被害人未能汇款。这个对诈骗稍微注意一下，这个人他来的话跟我们联络，在等他。在等他、哦、他是你的妹妹、哦、妹妹，只有哥哥。并于解说之后使被害人相信遭到诈骗，并受理本案，现正积极的追缉所属的一个诈欺集团。